我们能进学校里走一走吗？能跟小伙伴玩一会儿吗？我想他们了。陶彦波每次听到这样的话，都跟刀扎一样扎在了心里啊。就这样，小学六年，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转学三次。这一路虽然走得艰辛，但是陶彦波从来没有放弃，因为他始终坚信一句话：只要努力，就一定会有回报。果然，2015年，杨乃斌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。那个曾经被许多的耳科专家断定终生不能讲话的孩子，用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人生的奇迹。那一刻，陶彦波也为自己和孩子16年的同桌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离开了妈妈的陪伴，杨乃斌该如何继续前行？接下来，让我们走进陶彦波和他的孩子杨乃斌的故事。这16年走过来太艰辛了。是，那也是我陶彦波在这一生当中最美好的16年，最青春的16年。是，就是在这个课堂上，你陪着儿子在旁边听讲，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他你听到的学到的呢？就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，杨乃斌就用眼睛看着老师的口型，我就在下面飞快地记笔记。而且我答了什么程度，老师说什么平行四边形，什么三角形，我就可以把图形画下来，我就可以达到这种速度。